好，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啊，来，我乡亲时代，大家好。咱今仔日又过到这个七金碗的时阵，咱吴国安老师哈，甲咱海内外乡亲时代，咱共同过来七这个金碗。这金碗愈七愈金啦哈。老师的点阅率哈，愈来愈悬啦。已经变讲点阅王。嘿这个老师的迄、那个对这个台湾语言的伊的这个看法，有北京话讲呢，有独到之处啦。佮有迄个人吼拍电话来甲我讲吼，伊讲老师你讲的话吼，有了啊较深，伊煞听无，我讲无紧，我着用北京话佮甲你反一句啊安尼。所以讲我毋是足爱讲北京话，但是你讲哦，我惊讲迄啰咱的迄啰观众朋友吼，伊会讲哪会安尼吼，我着会甲你事实吼，着来。讲一句北京话安尼，你较紧进入迄个状况安尼。好，咱即马咱就来甲伊开始。咱今日讲的讲什么特殊字音的对应安尼。咱之前有讲了这个江转音对应哦。对。佮有讲了咱台语的这个母音的这个母音连接的母音的这个做变音了吼。那是讲说音啦、拔啦吼，这个问题。这个以外，咱台语也有过一个迄个语音的对应。迄一般讲叫台南腔，一般的人讲台南腔，其实它唔是干啦台南才有那滴啊。像我今麦咧讲的这个问题吼，是所有正常的话内底吼，拢会发生的代志，唔是干咱台语无能啊，是咱台语。发生的部分甲别人发生的部分无同啊呢？要有一个语言是无这个问题，或者语言无就是讲北京语，北京语因为伊叫物理控制的作案，所以物理安呢，你就照安尼讲，所以伊较袂发生这个代志对啦，咱具体来讲，所以咱今日要讲的是讲，譬如咱第一只 L 你。你这个 L 行L 行那个 Li La De Lo L 行，这个 Li 有所在的人讲 Z， 讲 Z 写 Z， 有人讲写 Li， 对，比如讲加 Li， 所以有一摆点吼，有一摆是中华北高山吼。这个周清玉馆长办一个台语的这个研讨会的时阵，对无？有人去台顶讲，下岗人吼，对台语发音较慢。佮说这个棒蕉袂晓讲，拢讲棒蕉安尼。对，棒蕉佮棒蕉。佮个棒蕉袂晓讲个棒蕉啦吼。其实自我的观察来对点无？是咱讲台语的人哦，讲棒蕉，较侪讲棒蕉，对，唔是棒蕉较侪，只无棒蕉人讲棒蕉，都棒蕉就棒蕉，个棒蕉，棒蕉，就是这个音的差了，对啦，这音的差，这音的差的时候，我即马来念下大家听，念下大家听一下吼，譬如讲细字。较细字嘞，较细字讲细字，细字，即写字倒来写字吼，字吼，写字讲写字，日头讲日头，讲日头，个有即个吉利，吉利，唔是吉利，吉利那个也棋子啦，棋，棋子啊，讲吉利啊，吉字，吉利讲吉字，讲吉字，人类，人类，有人讲人，有人讲人。人类讲人类，即嘛即个叫做如犹如啦吼，犹如可犹如，犹如，就是宋初如，讲宋初如，讲宋初如吼，儿子吼，家里讲家己，讲家己吼，个有迄个。迄个武力，武力讲武足，
附着肉体，肉体，肉体，肉体讲肉体，讲肉体。唔过你安尼即马讲出来，我才去注意到讲，啊，这两足思想在讲，你若无认真听，对啦吼，啊，发能量，讲方向。我我这个外国人才好讲台湾话，我问隔壁人讲，迄都是国的人。伊讲我迄个人呢，郭志明博士啊，啊，我唔捌哦。讲郭志明博士，因为郭志明博士伊讲的，咱今仔日，要是只创啥吼？咱今仔日，啊，跟我讲，我是讲咱今仔日啦。咱今仔日。嗯，好啦哦，啊，即摆就是讲，算这对应的问题啦哦。这对应就是讲，日本讲日本，日本嘿，日头讲日头，有人讲日头，有人讲日头，讲日头，吼，日头。这毋是对甲毋对的关系。这毋是这对应的问题吼。啊，即摆是讲这个对应是多几个人甲多几个人对应的对啦，吼。多几个人甲多几个人对应。大概统计啦，台南的人，台南市，台南近围啊，包括即个永康路，啊个啊盐行路吼，即爿遮新市即爿遮吼，大概咱咧讲叫做西大雅，即摆咧讲西大，古早西大雅地区的人吼，就是拢讲字，拢讲日头讲日头，今仔日讲今仔日吼，就是。有一款变化就对了吼，啊，过来，佫卡起来，大概嘉义，嘉义，嘉义，唔是拢总嘉义，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吼，伊讲今仔日，啊，村的人讲今仔日吼，嘉义是无拢总，啊，即摆一直起来吼，到中华馆都无啊。大概台中市有一部分，台中市有一部分，原来有这个变化，哦，台中市有，啊，一直起来吼，起来个屯关原来有一部分的人有安尼变化，好，啊，个台北就大概就无啊，啊，无即马个变个宜兰也有，宜兰所以讲叫做漳州腔吼，宜兰人原来有一部分的人。宜蘭可能大部分的人吼，拢有即个讲，我说日头讲日头，即个问题。日，到底是安怎讲？我们无日唔在斗，无秋唔在老，啊那个日，我拢讲日，我较无讲日。好，啊，即摆咱安尼个统计起来啦吼，即有变化。你对应于北京语，对应汉语啦吼，对应汉语这是不是个哦？哎，发觉一样，譬如讲你讲吼，这个儿子这个李跟李哈，陆李，儿子这是儿啊，北京语讲儿哈，儿，啊，这边过来，宋楚瑜哈，迄个瑜，好，妇孺妇育，妇育。妇孺，
村内呢，村内咱会当看到讲，哈、哦，如果讲哈、哦，这个礼义哈，礼义，而且礼恰讲礼恰，礼恰，而且哈，礼恰，对，而且讲礼恰，讲礼恰，礼恰，啊，如果、哦嗯、如果讲礼过。如果哈，啊，如果讲如果哈，在村内对啦，他讲五六哈，五六讲五脚哈，那个六五六哈，啊，肉体肉体的肉体，大概就是相对波那个波波波的那个日 U 跟日，在日本话哈，哎，日本话的日的日嘛哈。就是相对于北加语的日，这台语才会变字，字才会变字啦。好、哦，也有这限制。咱就是讲吼、哦，台语无音啦。哎，汉语我们北加语读的时阵，台语无法度发出来。嘿，鱼日。这台语都无法度发出来。好啦，你即马咧讲咧，我讲老辈人啦。咱讲 email 有无、？email 迄爱更字嘛 ，email 嘛。啊，大部分唔知哪有会人拢嘛讲 email。对啊 ，email。来 email 啦吼、哦，这第一项啦。啊，第二项佫有讲迄、那个什么？你讲什么儿子迄啊，囝儿迄啊？啊，迄囡，迄落有岁人拢嘛讲囝儿，对囝儿，儿，啊，来讲囝儿，就台南遐讲囝儿啊，好，囝儿，好，就是讲这个儿哈，还是鱼，还是日，主要哈，是结束了儿跟鱼一边，主要就是对应的北京也是日本，你不能日本，那个日。台语才有这个一、二跟二的对应，就这啦。好、哦，主要是这就。这会人拢嘛讲，阿鲁，一阿鲁三四有无？阿鲁安尼，好、哦，伊二安尼，伊煞无法度安尼，二讲出来煞变阿鲁。二是台湾话啦。哦，二是台湾北京语啦，哦、真正北京的北京语不是二啦。我叫啥？啊，即个哎，我也变啦。这北京语嘛，两个系统嚟啊。阮就是讲，前后阮第一课读北京语的时阵啦，阮读一二啊二啊，啊不是二啊，是二二二。我迄时阵啊，老蚵仔来教，迄拢未准，你家己都未晓讲标准的。你怎么这样子啊？你也看标准，伊个就是标准啦，是咱讲造的啦。我就是人因讲的标准啊，所以咱台语就是咱台语讲的标准啦。我你爱看伊是啥物姓的老蚵仔好无？无，本来嘛是北京，伊就是北京人讲的啊。其他无准。北京伊若万一若是浙江人，还是山东人，还是四川人？迄个无准算，迄个无准，迄个唔标准伊。所以讲，我的老师迄老蚵仔，迄搭讲的唔知啥。我即摆咧想的，迄阵啊，我小学的老师哦，可能是迄落山东、山北迄边的人。无啦，这即摆咧讲是针对于北京伊，就是讲所有个官话就对啦，个官话吼。啊，即摆就是讲吼。啊，那安尼，这个台语的这个日日跟日哈，日跟日，诶，这个对应是为倒来啦，为倒来啦，好、啊，一般哈，因为这是上这台南嘛，哈、对，台南迄、那个，台南算高城嘛，台南迄、那个迄、那个吼，所以咱一般就是讲话做台南腔哈，讲台南腔就是厦门腔啦。往台湾腔就是厦门腔啦，好、那么这个应该就是为厦门腔来，为厦门腔来，吼、就是讲咱一只实际去甲观察吼、实际去甲观察，实际去甲观察就是讲这个厦门吼，厦门腔，无这个对应啦，啊，厦门腔我伫头，无讲一头。不过这头啦，
无得较古早有咧，唔知咧，就对以现时来讲是无啦，无、嗯嗯。啊，其他漳州区、泉州区拢无，拢无、嗯嗯，啊，拢无吼。啊，那无这个对应是为倒来的对啦。嘿。哦，咱即摆来、嗯、来想这个代志啦吼。嗯。啊，我的感觉啦吼，我的感觉就是讲。嗯唔咧讲这个日语吼，日诶发音诶吼，是教会内底较侪啦。我又搁要讲着讲，较早马街跑出来吃饭，啊拢问着，诶，市区诶啦，扫涂骹诶啦吼，游民啦，甲伊问讲这个要安怎讲，啊，伊就安尼发音，安尼注音，啊，教会拢总用安尼。即摆教会外古锥呢，拢讲迄个游民诶语言。唔是啊。咱主要不是在讲迄个时候，这是用用较接近的教会的人吼、嗯，是做较有这个现象的对啦吼、嗯。啊，所以即我就怀疑讲吼，啊，甘美为罗马尼造出来啦，嗯，是不是为罗马尼造出来吼？哦哦哦。啊，果然是罗马尼吼，罗马尼内底吼，所以教会台湾的教会罗马尼吼，是有用热吼、嗯，用热。嗯，日头咧用 ZI 哈 ，ZI 啊 ，T 哎用 ZI 用日头，哦用 Z 咧写咧对啦，即变个音嘛，伊拢用字母用 Z 来表达，所以教会罗马尼有加这个 Z 啦，哦加这个 Z 啦，哦，啊咱今嘛要来讲是，什么是教会罗马尼啊？嗯，什么是教会罗马尼？那边看落去听，啊，咱是安尼讲过就刷呢，啊，并无讲有啥物学术理论基础伫遐咧讲，啊，老师是有安尼真差尔嘛，伊属于这个啊、用心落去研究安尼吼，啊，咱即马倒转来了，咱等下下面大哥啊来讲老师诶在讲的这个讲，你讲安怎？迄、那个教会罗马字诶，迄、嗯、落、那個、问题啦，吼、哦。甲这个应变吼，诶、嗯、关系啦吼。哦